这一带的魔气暂时清除了，回城，路上保持警戒。 皇上，您的伤起雾了，这种感觉是魔，太奇怪了。整整一夜，我们巡视了光明野的大部分地方。 又集中压制了几处魔气浓郁之地，就算有哪里漏下，应该也只剩一些零星游荡的下等魔。按理说能太平好几天，要不要再回去看看？继续前进，雾气并非自来处兴起。 浓重出反而在天路城的方向，那我们得快点赶路。是一种。 吸收光明眼内其他的魔物，都退下。
你们先去休息。皇上，诸事纷扰，急也无用。三日前我命蓝象带队离开光明野，探查魔域的其他区域是否有变，他应当也快回城了。不如静下心来，等待消息。是。请您务必保重。皇上，我去喊晴雪姑娘过来吧，给您疗伤。若是见到她，请她去离火殿找我。是。这是在做什么啊？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我说你们这回出去巡视可真够慢的。外面的魔变多了，去邪之门那里出现了一只很强的异种，根本不像是下的魔。你们在城里感应不到吗？你又不是不清楚，最近天禄城的大阵越来越弱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队伍在外巡视的时候都要派战士去守门，就是怕大阵不能再提前示警。好了好了，也别太担心，魔物要真撞上雀邪之门的结界，全城大概都得跳起来。那这异种被你们消灭了？是王上，那种力量换了我们肯定应付不来。他毕竟是天禄城的王啊。一年前通过禁卫选拔的时候，我高兴极了，想着以后就能跟随在吴王身边荡魔平乱。王上在战斗中受了伤，一直没有愈合。是吗？打起精神来，吴王的性子你该明白。你这样垂头丧气，是辜负了他的教导。他肯定早就把什么都想过了，不然又怎么会让我去人界？为这个，我在那边可是找了整整十年。你是说那个继任者？这几天都在离火殿待着呢。辟邪王请留步。我听应磊说你受了伤。伤不必再治了，请晴雪姑娘过来是想问清楚我大约还有多长时间。心伤没有愈合，先前的丹药仍然服用，不再妄动血脉之力，应该可以有两日光景。多谢你这些年来的援手。是我该说谢谢，如果没有来到天禄城，我大概还在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就此别过，在那之后，晴雪姑娘当可回人界完成你的心愿。看来你还没能决定。决定什么？留在这个鬼地方，我对你的王位可没兴趣。当初不辞千里要我的命，如今又纠缠不休把我关在这儿，你们辟邪都是这样反复无常吗？你也是辟邪，我们本是孪生子，在我死后理应由你继位。孪生子，这样也能叫兄弟的话，那天底下大概没有比你更莫名的兄长了。过了这么多年忽然冒出来对我说你快死了，让我继承什么王位，
你以为你的弟弟会欣喜若狂？玄哥大人，我长在人间，我的家人也在那里，天禄城只不过是异乡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就依你昨日所言，第一城，你若赢，来去自由；你若输，留下继承辟邪王之位。纯以剑招决定胜负。一言为定。这样才是公平。妖力不仅仅用于战斗中，亦是经年累月锻炼体魄的途径，令辟邪的速度和力量远胜于人。你常年抑恶，若单论体能，只比寻常人略强，因此实无必要顾及我的伤势。少废话，小爷我就是寻常人，用什么妖力？这回不算，等你好了重新比过。输了便是输了，当断不断，错失良机。若是生死相搏，你连性命都已输掉了。何况再比一场仍是我赢，原因你当知晓。真有些好奇，这剑术是何人所授，观之凌厉，施与温厚，与你不配。虽是利器，但君子之剑用以强身健体，明理治学，不逞凶凌弱，不好勇斗狠，克己复礼，身在微尘而心如琉璃。以意行气，气随意转，以则为柔，既然不动，显则为刚，剑如疾风。孩子们都很精神。自从大前天北落回来后，一个个就特别上进，我看比你亲自教的时候又认真劲儿。年轻人在一起更说得上话吗？既然不动，显则为刚，剑如疾风。以意行气，气随意转。好了，今天的练习到此为止，挨个过来和我比剑，就用老师上个月新传授的那套剑法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懈怠到什么地步了。师兄，饶了我们吧。魏瑶，你第一个。哦，我再啰嗦，等其他人散了，你单独留下。哎，别别别，我好好打还不行吗？手断了，断了，断了不正好，省得你再偷摘老严家的果子。哪里是偷，我每回都把钱给他们家闺女的。哦，那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楼。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。谁呀？大嘴巴。没谁，昨天严家来找师娘了，瞧着不太高兴。啊，谢谢师兄和我说。老缠着人家女孩子讲话是不太好吧？哎，你说我让我娘明年开春就上门提亲，严家能答应吗？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。好了，话说完了，走吧你。哦，下一个谁？请师兄赐教。魏师兄，你们刚才讲些什么呀？你的脸怎么红红的？
谢师兄，不错。什么东西打我？呀，扔偏了，笨蛋。洛哥哥，有坏人在市集上抓了三宝，他们还有刀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谁那么不长眼？你俩先回去，我马上来。好，好。师兄是不是和上回一样，要去路见不平，带上我们一起吧？罗师弟，你替我继续和其他人比试。是。哼，小气。哎，这就走了，我做了莲子羹，先喝一碗。不了，师娘，老黄家找我帮点小忙，我答应大宝他们马上过去。那行，记得要吃饭，可别饿着肚子。好的，师娘。少爷，那边卖的果子瞧着水灵，我去给您弄几个。是是是，有什么好吃的？真不知道老头子哪里不对，不就打伤几个穷鬼，犯个招把我丢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吗？还让本少爷反省，我呸！这位贵人，有话慢慢说，您看能不能先把三宝给放了？放了他？笑死人了。养个狗还真当儿子一样，告诉你，这小崽子敢把尿撒我裤子上，就是不想活了。正好宰了晚上加菜。千万别，您这裤子我愿意赔钱。啥？本少爷像是缺钱的样子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谁卑鄙无耻偷袭？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救我！少爷，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爹是城里的大官，我掉一个汗毛，你全家都别想活了。别吵，我对你爹没兴趣。你让人把那狗崽子放了，我就把你放了，怎么样？先放开本少爷，不然宰了那狗。宰？尽管宰。虽然我是个拔刀相助的路人，但狗毕竟不是自家的，不心疼。倒是你，一条人命换一条狗命，黄泉路上可别后悔啊。后悔？肯定后悔啊，大哥。哎，快把狗放了。三宝。哎呦，我要教训这小子。都上，往死里揍，给我废了他！哎呦呦！路哥小心！小心呐！哼！
牛。哥哥小心。来，给小爷说说，咱俩到底谁废了谁？不，不能乱废。大哥，我听说你们这些本领高强的江湖侠客都是好心肠的，你肯定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吧？就逗我玩的，会放了我吧？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侠客什么的还懂很多旁门左道？耳朵痒吗？痒？哎妈呀，真痒起来了。南疆蛊虫听过没？现在就住你耳朵里了，乖乖听话，不然说不准他往哪儿钻。大哥大侠大爷，咱们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想要什么你说，我家有的是钱。我知道你这种纨绔为啥这么讨人厌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因为太闲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吃饱了整天祸害别人。没关系，找点事儿做就好了。明天辰时，你带树修到方人馆去，跟着其他人一起学武，三个月后保准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我不去。我到时候如果像个样子了，就把蛊虫给你取出来。我去。吓人，以后千万别惹师兄。出来。吴世祖，你这恶霸竟敢欺压良民，鱼肉乡里，我今日就要替天行道，还不快快求饶。洛哥，你看我这架势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接东头那个说书的又给你讲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？洛哥，你别走嘛，我过些时候就要参加方人馆的入学考试了，你说屈先生能看上我吗？四毛，你进方人馆到底是想读书还是想学剑？当然是学剑了。不过我爹说屈先生也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不然他才不同意我去考试呢。你爹不是商人吗？你不如先问问他，走南闯北在大街上能看到几个背剑的。可是故事里的剑侠都很威风啊。那只是故事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学剑。洛哥，要是我考试不行，你能教我剑术吗？不用是屈先生的那些，就教我一些简单的。不能。为什么？你平时不都教那些师弟师妹吗？不一样，剑术启蒙我教不了。怎么就教不了呢？你明明那么厉害。哎，有这功夫缠我，不如好好准备考试。你自己的名字还写得跟狗爬似的吧？好吧，我去练字。洛哥，你再想想啊，可不可以教我几招？给我出来。主人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有新鲜的蛤蜊和虾，我就做了蛤蜊汤、虾饼。对了，还有香喷喷的排骨，主人你喜欢吗？你一只田鼠，学人做什么饭？不是，我不是田鼠，是妖族里的黄金飞天鼠了。当然了，比不上主人你这么厉害的大妖。说了我不是妖，别老缠着我。主人不要赶我走，
要是没有你，我早就死了。我可以做很多事的，做饭、洗衣服，还能帮忙打扫房子。主人，你睡了吗？门口的鱼是不是给我的？你明天想吃鱼？不想吃。旁边箱子里还有些别的东西，一起拿走吧，算是这些天饭菜的回礼。以后别再来了，你想找个大妖跟着，可我不是。主人。主人，你看天上，忽然有好多流星，好漂亮。快闪开！玄歌大人的亲弟弟是吧？我来接你回天禄城。滚！看样子，你不会老老实实跟我走。正好，我也想试试你究竟有没有资格站到天禄城大阵前。真被击中就没脸回去了。不过按人界的说法，这样也算胜之不武吧。哎，毕竟是王族啊，我小心谨慎点没错。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在人界的事？又有什么资格非议我的老师？不，我感激他。看起来他把你照顾得很好，只是人间和魔域天差地别。当然不同，那里很多人从生到死都不需要以命相争，平平淡淡过完一辈子，这样很好。是很好，但你喜欢吗？呼啸天地，纵横四野，以剑为玉，辟邪即为杀伐之剑。你的老师却希望这柄利刃永不出鞘。哼，你懂什么？自以为是。或许吧，可惜我没有更多时间了。
北洛，愿赌服输，我会让雨林带你去一趟城下回廊，应当对你有所帮助。玄哥，难道就没有其他王族了？这些安排未免太过可笑，你真以为我能当辟邪王？如果你觉得不如我，就努力成为我；如果你觉得比我更强，就远远胜过我。弟弟，我把天禄城交给你了。主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怕那个红毛害你，他凭空撕开一个大口子要把你带走，我就跟着跳进来了。主人，他们跟我说这里是辟邪城，那你也是传说中的辟邪喽？我就知道你是鼎鼎厉害的大妖，主人的原型该有多威风啊！嘿，光是想想就激动。北洛大人，之前多有冒犯了。王上让我带您前去城下的古厝回廊。冒犯？你这一礼究竟是对玄哥定下的继任者，还是对我？大人。哼，偷袭我也会，赢不了你未必杀不了你。这性格还真是。主人，你要去哪里？在城里待着，别到处乱跑，有机会我送你回去。乖，城下回廊可不是你这种松鼠妖能去的地方。我哪里像松鼠？蓝相大人，谢谢您的救命之恩。滚开，谁让你们出城的？竟然还敢跑到光明野之外！若不是我回城途中遇见，尸骨都已经化成灰了，血统低劣，便该老老实实待着，不要四处惹麻烦。对不起，我……既然魔域没有线索，近期异象的源头或许并不在这边。你辛苦了，且回去休息两日。还有其他事？听说王上失散多年的胞弟回到了天禄城，将要继承辟邪王之位，可他并未完全觉醒妖力。我虽是旁支，但在族中已是战力仅次于王上的战士，为何不能有一个机会手握王剑运转大阵？此事你已不是第一回提出，我的答复依然如旧，这不是你能承担的责任。下去吧。王上，我下去。王妃。玄哥，我给你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现在要换什么？玄哥，来。霓裳，你会不会怪我？这可不像我家王上会说的话。200多年，过得好快啊！到现在我还记得，成年猎仪结束后，你从城外归来，所有辟邪家道欢呼，你手持王剑，威风凛凛的样子。还有定亲前的那天，你说要带我去看，只有那个世界才会出现的红霞，你变回原身，载着我一直飞。
结果为了躲避忽然来临的风暴，一路撞进了大魔的领地。你把那些魔打得半死不活，站在一片血海里向我求情，让我嫁给你。哪有谁是这样的？但是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
果然是装神弄鬼。你不是玄哥，长得很像，你是他的兄弟。我是我，你又是谁？我叫云无月，玄哥没有告诉过你吗？倘若有谁手持圣珠进入了白梦泽，我便要依照当初和他的约定，跟在对方身边一段时日。这话怎么说？玄哥让我帮持对方，我见你妖力微弱，想必是得保护你吧。哼，原来如此，他可真有意思啊。我来这里只是想看看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不是想找个尾巴。帮助也好，保护也罢，都别忙活了。我北洛要做什么，但凭自己，何必旁人多事。我已经应允了玄哥。你们之间的约定关我什么事？确实，我和玄哥的约定与你无关。你若是不喜欢看见我，便当我不存在。您总算出来了，进去那么久，我正担心着。过了多久？得有一天一夜还多吧。一天一夜。回去，我有事找玄哥。北洛大人，您这是？玄哥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玄哥的身体到底？始祖魔所伤，就一直以药物压抑伤势，所以他衰弱得十分缓慢。可一旦爆发，是啊，他连小伤都已经不能自愈了。有妖力护身的成年辟邪，原本不会这样。殷世君。我以为
您早就离开了天禄城。这钟声每次听都令人不快。是王妃。王妃。皇上，您。这是北洛玄哥的弟弟，辟邪族的新王。北洛大人吗？您和玄哥大人长得好像。可是隔壁的小圆和小珍也是兄弟，他们就不这么像。不一样的，玄哥和北洛是孪生兄弟。哦，我们在那个石龛前放了花，是给玄哥大人的。好孩子，以后北洛大人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战斗吗？把进犯光明眼的那些魔通通打倒。北洛大人，这些送给你，是我平时搜集的。大人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。霓裳大人，北洛大人，再见。再见。按照玄哥的遗愿，在网上就请你独自前去吧。那样的孩子也要上战场吗？现在还不会，至少还有30年。辟邪64载成年，在列仪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后，便可投身战斗。以辟邪之强，天底下哪里不能生存？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？虽然不是所有的魔都觊觎巨型的空间通道，但魔域实在太广大了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魔族经由此处进入天地人三界，也会引发清浊失衡，空间紊乱，后果不可预估。如神族这样的强者，自然有应对之法，但更多的妖族、兽族、人族，恐怕要遭遇大难。这些，玄哥应当多少与你提过。数千年前，辟邪选择在此建城，立志看守通路，维系此间平衡。既然定下了目标，便会世世代代为此坚守。辟邪很强，但在魔域也有数不尽的强大的敌人。苍天之下，黄土之上，凡我妖族，死生莫能幸免。生于此间，必定要战。听说你让我给你守灵，哼，死都死了，还有什么意义？结果直到最后，当年的事仍然半句也没提，没有解释，没有自辩。你这个哥哥真是……
我，玄哥。跟我来，去乾坤阵书。等等，用特殊的法子，令玄哥的尸身不至于很快消散。真正的目的，并不是让我替他守灵吧？对，是为了让你得到他残留下来的妖力。为什么？而且，从别处吸取妖力的法术我根本不会，我不该会。这些。都是遵照他的遗愿，所以玄哥已经完全不在了，对吗？走吧。那个方向是慈幼房，你去吧，我自己往上。殷时君，我和他一起，你不必分心，务必小心。不妙啊！蓝星大人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如此下去。大阵必将崩溃。可是您，王健，不，还是不行。先把大人送走。你走。看看，这是谁来了？走近点，你走近点。
是一只王弼。这么弱小的王弼邪，我可以看见你的心里。正常的环境中长大，几百年心疼痴儿，给我闭嘴，闭嘴。后来你被人族收养，过了许久才真正开智，就决定要把自己的天性封印起来，当个人。会有这样傻的辟邪？当人有什么意思？王辟邪的力量可是好东西，穿梭天地，往来无拘。不如我们合作吧。滚！别急着拒绝我，反正你也怨恨辟邪族，难道不想看见他们遭报应？天禄城失去了王，又正值群魔有变，你只要帮我拔出眼前那柄剑，这儿就失手了。到时候众魔降临，留在魔域也好，去人界逍遥也好，我都奉你为主，如何？去把剑给我拔出来。快，没什么好犹豫的。交给我，把它交给我。对，拿过来，放到我的手上。你给我仔细听着，我和辟邪的仇怨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要报仇，要血恨，都轮不到旁人废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窥视我的想法？弱小，哼，知不知道我就喜欢把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强者
踩在脚下。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你醒了，大阵。别担心，已经没事了。你且歇着，既然能这么快醒过来，应该是无碍了。只不过之前消耗过大，得休养几日。我想见霓裳。那我去找他，正好也把你醒来的消息告诉他们，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洛大人，您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
被魔族弄伤的，不过晴雪大人已经帮我治好了，就是还不太能见光，得遮一下。北洛大人，这回我也杀了一只魔呢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行了吧，你到大人面前炫耀什么？大人可是杀死了一只高阶心魔。这当然不能比，我就说说嘛。不，你很厉害了。这真的吗？走了，不要一直打扰大人。哦，好。北洛大人再见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正要去离火殿。小伤。你的伤好治，妖力使用过度，却是一时半刻恢复不了。就是，这种情况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混进了一只高阶心魔。心魔之长不在武力，而是有他们特殊之处。那两名战士正是因为担忧蓝象，心神慌乱，才给了他可趁之机。幸好被你斩杀。也是正巧王剑在手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的力量恐怕没办法长久支持大阵。如今王剑中的力量消耗得很快，加上一些魔族不明原因的异变，种种情况都不乐观。你想完全觉醒妖力也不是朝夕可救，除非有其他外力加固大阵。说到这个，当初构建阵法的辟邪还在吗？天禄城虽是妖族的一座城池，但是当初替我们建立大阵的却是一个人。人族？嗯，一位在古时候曾经与辟邪共同抗击魔族的前辈。在人界他被称为轩辕皇帝。假如有什么能够加固大阵的方法，也只会来自皇帝后人。可是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对辟邪而言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人族更是百代千秋，只怕故人渺茫。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离我族最后一次和皇帝的一支血脉相见也已经过去了400多年，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之中就无人再研习阵法之术了。这个事我听玄哥大人提到过，当初好像还互相留下了信物。只要他们血脉不绝，循着那里面的灵力就可以找到另一份信物。把那玩意儿给我，我去人界。接下来就要筹备即位大典，你是新王。这事有护城大阵重要，左右我留在这里也是闲的，再有什么魔族来袭我也没妖力去为天禄了。皇上。你们各忙各的，我对人界最熟，跑一趟死马当活马医。这也决定得太仓促了吧。活着不就是仓促，哪里由得了你我。就这么定了，准备准备，午后启程。哎，大人，北洛大人，王上。云无月，你之前说会帮我，还作数吗？嗯，我答应过玄哥。我们去人界吧，去找轩辕皇帝的后人，也说不定还能遇上别的什么。玄哥，你可给我找了个大麻烦。主任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这枚回音符你务必要收好，其中留有历代辟邪王的一点妖力，与天禄城大阵乃至整个光明也相连。你在人界以之为桥，就能够联络我们。若是天禄城的情形发生极大的变化，回音符也会有它的反应。我明白了。哎，要不是眼下情势紧张，
我该一起去的。我对人界也很熟啊，都怪蓝象的家伙碰了王剑，现在还不就得躺在床上哼哼，害我们折损战力啊。不过有您在，自然也是稳妥的。走了，祝您顺利。听说北洛大人得到了玄歌大人的一部分妖力，那……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注入王剑的其实是北洛自己的力量，即便没有真正觉醒血脉之力，经年累月下妖力亦会有所积累，只是这一次对抗心魔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他昏迷时我曾略微探查过，玄歌的妖力不知为什么融合得极其缓慢。既然可以支撑王剑，那北洛大人怎么还是没能完全觉醒？或许他下意识地在排斥这件事吧。排斥？北洛的事情玄歌没有跟我说过太多，可他毕竟在人界过了那么多年，对忽然降临的这一切又何来认同？他虽然答应了玄歌，但也许在心里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吧。看样子他们说的那个岑家就在这儿了，我去打听打听这是人家的哪里，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回栖霞，顺便帮我捎封信放在方人馆的门口。不回去，去了主人正好可以甩开我，我要和你一起。人不是有种叫驿站的地方吗？你把信放到那边让他们去送好了。哎呀呀，这也被你猜到了，那我再换个。行也是行，立也是行，坐也是行，卧也是行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是鱼。聪明，给你个果子。咱们再来猜个字谜。何可废也，以阳易之，是什么呀？是羊。聪明，也给你个果子。谢谢岑爷爷。再来一个。上无半片之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腰间挂着一个葫芦，倒有些阴阳之气。是卜字。不错不错，等下也给你个果子。请问您就是岑府的老爷子吗？我并非来猜谜的，只是有些问题想请教您。不是来玩的，那你走开，我没空同生人闲聊。那老爷子要怎样才能有空？想搭话先来玩上几盘，哄得老人家开心了再看要不要理你。行。哦，你也会玩这个？以前住的地方有些人喜欢，我在一旁看过。哈哈，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好好好，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能耐下性子陪陪老人家喽。以前还有青岩和小英子。你说有事想问我，既然你赢了三局，那就回答你三个问题吧。请问您见过这个吗？见过，差不多的一块，如今由我的长子收着。这么说你祖上也是岑家的故交了？不知岑家可还有人研习阵法之术？还有谁会学呀？哦不，我的乖孙女儿倒是翻了些残卷出来看，但她
看懂了几分，我是真不知道。那请问您的孙女眼下在何处？你找她做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谁敢对小英子有歪念头？您别误会，只是故人有急，想请懂得宣扬皇帝阵法之术的人帮个忙。仔细瞧瞧，小伙子面相倒还可以，身姿也是挺拔，要是把你配给小英子，总好过让他成天跟那些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混在一块儿。谢谢您的抬爱，我和他恐怕不配。为啥？在下已是300岁有余。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，还是我看起来傻？长成这样300多岁，难不成吃了仙丹，还是修了什么大道？来来来，和我说说，这漫天神佛，你修的是哪个路子？只修我自己。这又怎么说？仙人有云，佛是虚名，道义妄利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对我老人家的胃口。不妨告诉你，小英子她呀，接到那什么博物学会的传书就离家了，说是要去湖水那边。湖水是鄢陵南面的一条河，你要有本事，自己找过去吧。多谢。不谢不谢，这是你自个儿赢来的。客人买花吗？哟，这仙子一样的姑娘，来，这朵花送给你。谢谢。您再瞧瞧，可有什么其他想买的？你喜欢花？嗯，每种都拿2朵。那给您算个整，100文好了。您看，是不是可以先把钱给了？你没有？在人间买东西，不是你付钱吗？木头、石头，这是草根？雨林给我带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是金的？是金的吧？给我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银器啊？可别糊弄我。得想办法挣点钱。湖水离此地不远不近，我的速度虽快，却不能带着你。辟邪王总本应拥有穿过空间的能力，但你妖力微弱。这个略过。而且长途的空间穿越，最好设法明确大致的方位，譬如岑家和辟邪交换信物那样，如今却没有这个条件。主人，别烦恼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你？对，我可以变大，然后飞起来，主人坐在我的背上。如此最好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同意。那么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？好，看我的。喂，有没受伤啊？
我说你也太不可靠了吧。嗯，不是的，主人，我看到下面有人影，想飞近点，结果一靠近就觉得头晕。嗯，这地方好奇怪啊。去看看，你留在这里休息。没事，我精帅，哪儿那么容易受伤？我要一起去。